年受到早天寒的影响，该岛的东山片就欠水啊一定厉害。也没实施到南投县中寮乡有年呐福地消费的农产品加工的数量变少该岛，因为此处的产业变少的，经过内部讨论过后，有年呐福地消费今年就改用工业燃油费的方式来替传统的攀租费率，替消费做得负担的方便度好，而总比来减少工人的感觉。福建省企管大企店的总比用农业的模具来平发通开创，对模型用生企企店来的总比没留下生态表现也让来的好些成果，为他们看到老人家一定有自信的一面，这么的用心来规划活动，让这些长辈都能够在自己的社区，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熟悉的一个土地上，能够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有年呐，福地消费讲，消费二十年来最大的支柱前缘来路，就系靠农产品的加工来卖。我去年认为农产品数，做代工都点咩下来，好歹有该多的工业团体还提过支持，消费家庭用高经济消费的燃油费的方式来替攀了很多年的攀租费率。诶，林经理吼，一向是阮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吼，正关注一个迄个公益的一个据点啦吼。那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把它改为我们的慈善公益委员会的方式，那有相关的企业，然后一些公益团体来帮我们一些筹组这些的募款这些基金，然后让我们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今日卖花已经快发尾，有人拿消费人员讲，希望今年各项农产品产销都做得恢复正常，消费加工势头能做得顺势来做，得到韩国多的资助技术，能做得继续来照顾强度韩国多有需要装备。大家请问李凤琪，南投报道。